两个都冷门表，大哥自己带劳力士啊？这个家里给我买的。自己带劳力士，两个冷门表要出掉，对吧？泰格豪雅，完了，这个东西我也有，你比我大一圈。大一点百年还要冷门了，这个还要冷门啊？你估计都没见过。看一下我没见过的表啊，哦哟，百年灵世界石，外挡没用的，外挡没用的，一个装饰，那内挡全部用把头，靠把头转的，对吧？日期是纯粹靠转圈的，转时针，它这个只是调那个，这个纯装饰的啊，对对对。调这个，你刚刚那一档只是调那个城市的，然后我看日历也在走呀，日历嘛，反正时针走只两要圈，调时针，反正它就走日历啊。外面时间怎么看？就是这个对12点，不就是上面不是有城市嘛？啊，时间和城市对在一起，就是这个24小时嘛？啊，可以这么理解。那就这个表还带 GMT 功能的，翻新过的，这个边上都抛圆掉了，啊，棱角都没有了。这个不值，这个我买来的不值啊。多少钱？我今年买的这个都2万了。东西买了2万，这买了2万啊！如果这个出不掉嘛，我就自己带，反正放着也无所谓。这个呢？这个我出掉无所谓的。这个买了多少钱？这个便宜，这个一共就6000多块钱。你2万多买过来，亏太多你也接受不了。啊，对，肯定接受不了啊！对，不你花2万块钱买这个，我是觉得有点冤的。哎，这怎么讲呢？这种东西嘛，你2万块买个，我就说你难听点，买个浪琴的世界石也比它好呀。先成交这个吧，只能这样了。泰格豪雅，泰格豪雅啊，这个还有一个。我都有4个了，身份证有带了吧？登记一下。可以，这个我就成功拿下了啊！感谢大哥，感谢你吧，感谢大哥，再见啊。